其实我今天逛文化大学的校园的时候，我是有一种亲切熟悉的感觉，有一种回到了自己的校园的感觉。因为我觉得文化大学的校园和武汉大学的校园是有非常多相似之处的，不管是校园的建筑风格还是校园生活，就例如我们的同学啊，都是一样的要体会到一个在山中建大学，然后这样的一个爬坡的日常，其实我觉得是非常有趣的。而且我觉得文化大学和武汉大学呢，在传统文化方面的重视都是让我感觉到非常非常欣喜的。觉得这个机会非常难得，就是可以和北大的非常优秀的同学交流，而且让我感受到就是北大就是大陆学生他们的这种亲和力和活力，而且他们都是资质天赋都非常的好，像他还会古筝会中阮会很多乐器，然后为我们这个传统文化的传播还有传承就是尽了一个很大的贡献，我觉得这有这个交流机会非常的好。大家的琴声一响的时候，我也就感觉到我们确实两岸是同根同源的一个文化纽带，我们通过乐曲彼此的去交流，去联系了彼此，然后我们也共同的传承了中国的传统文化，让大家更多人了解到了我们中国的传统民族乐器，然后非常开心能有今天的交流，我也从这次的交流活动中学到了特别多东西。